生中常常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timing 哈，但是怪怪的，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上门，首恩为什么你都是亲手把它给推掉？没错，我觉得今天我听大家讲分享的故事，你们的厌世的理由其实都是你们没办法控制，强那个运气直接到你们身上。可是我大部分好像不是，是老天给我蛮多运气。你一手摧毁它，我全部把它砸碎，这蛮酷的。真假？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话，我在美国读书，然后我喜欢唱歌，对，然后我去参加很多比赛，我觉得哇，老子超强，老子天下无敌。OK， 萧敬腾啊，不是对手。对，然后我就回台湾了。但其实我一点 sense 都没有，就是娱乐圈应该是要怎么样，然后我要怎么样打到唱片公司圈里面，然后当然就中间路上跌跌撞撞。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地位的长辈帮我牵线啊，介绍我去认识一些老板，然后吃饭，然后跟那些唱片公司老板吃饭，然后我就看旁边还有一些艺人坐在旁边，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带我去的长辈，我就看到，我当场我就第一次看到艺人呢，好兴奋哦，结果就看到居然这些艺人在电视上光鲜亮丽的，然后看到我这旁边的长辈站起来。叔叔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哦，这个是我带的哪一个什么什么好的酒，我要这个感谢叔叔最近这一阵子的照顾哇，我那个下次我还要去特别去你们家拜访你，然后我当下我那时候才19岁吧，我就觉得 Damn，I don't like that， 就是怎么可以，你是大明星哎，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骨气？然后结果结束之后，就我爸妈就问我说，儿子啊，所以聊得如何？不行，这个公司的氛围。我不喜欢，低过我的格调。对，然后结果后来就，你那时候一身傲气，我一身傲气，我觉得我好了不起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我哪里了不起。对，然后当然，其实错过这次机会之后，其实就好多年就在也没有再更类似更好的机会了。当然，我慢慢了解，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交际的一些礼貌。对，后来其实我因为我想说不行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，然后到处去参加选秀节目啊、比赛啊，也借此我认识到了一些还没有红的歌手们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跟其中几个歌手关系蛮不错的。对，然后直到有一天，其中一个男生歌手，我就不透露他是谁，他老板跟我说：“首恩，你跟我们家的这个歌手好像蛮搭的，你们两个。”包一包组个团怎么样？不错哎，对，很好啊。然后我就觉得，不对啊，老子是天王至尊哎，怎么会跟人家包一包组团？怎么跟你们这些虾兵蟹将的？对对对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不干这套的。对，结果过了没几年，那这个歌手在台湾的华语乐坛算是红遍上下，又红大概10000倍。哇，你看他这么红，你有什么感觉？看到他吗？每分每秒，我只要在电视上或者是看板上看到他，我就懊悔。对，当初要不是我没有跟你一起，我一定比你红。你之前还有一个试唱的机会也搞砸了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在等于是唱歌啊、表演啊，也蛮多年的。然后，我前一阵子是街头艺人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唱街头唱了很久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街头没有未来。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理想，我一定要停掉所有没有意义的演唱。未来要不是在小巨蛋，不然就是在我心中最伟大的那个地方。我以为你19岁到现在我有进步了。没有进步，我还是一样那么嚣张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心中有一个店就对了。对，我有一个店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非常的厉害，叫做 Easy Five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有，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歌手多多少心里面都觉得，哦，这个是 pop live house 最高境界。然后我给自己一个目标，我说不行，我这辈子除了 Easy Five 跟小巨蛋，我不在第三个地方唱。可以啦，小巨蛋这个比音乐小巨蛋容眼多啊。你会这样觉得？可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从小去 Easy Five， 我就看到，哇，这个福琼英啊，这些这个卓一峰这些最厉害的，我从小看到大的偶像们，在里面唱，每个唱功都是这么厉害，然后里面的乐手老师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所以，我一直不敢去，后来我终于丢了履历，然后我说拜托，我是人上人，只是没被看到的一条龙，你们要让我来试唱，就没想到老板居然说好，好，我就。然后我就去了 Easy Five 到了现场，然后前面是傅雄英在唱，对，然后他唱哇开始飙高音，我就 OK， 好，等一下我上面我也要飙高音，结果站上去那一瞬间，
旁边底下观众好近啊，我忽然觉得那个心跳的速度比我参加什么选秀节目啊紧张了，什么所有的综艺节目选秀节目我都觉得没有这么紧张，因为大家都是专家，我觉得怎么办怎么办，然后我一上去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，一个自我证明的机会，然后就整段歌词我全部不记得，我脑子是空的，我连要去试图要模拟一个假的歌词出来我都做不到，就是啊，我啊完了哦，对，什么大忘词，就完全不知道我在唱什么，然后我就瞄了一眼旁边的乐手老师，他的表情是，那个心里面那个酸了，他已经看很多，对啊，看很多了，对，就唱现场那个 live 的功力，哇，真的是要练过。然后就是我上台以前，我觉得我大大小小的场唱过几百几千场，我的状态不至于会这样子。然后这首歌我唱过200次，结果不行。对，然后这个结束之后，观众的反应就是。你知道那种礼貌性礼貌性，然后跟隔壁说他刚刚是唱哪一首？他刚有唱歌了，对。然后我就当下那个羞耻的感觉，然后全身的那个麻感，然后就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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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赶快把麦克风还给不知道还给谁啊，然后还掉地上，哦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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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赶快放旁边，然后下去坐在那边。然后旁边呢，那时候那个后来傅秋英就过来跟我说，太紧张了啦，第一次都很紧张，他拍拍我的肩膀。可是我不希望他跟我讲这句话，对，我希望他跟我讲的是，很棒，哇哦，之前怎么没听过你唱 ？Damn！ 我以为你希望他跟你讲是 Damn，I don't like it。对，可是那个也不是你啊，那你有没有想再试第二次？当然，可是我回到家，其实这件事情就打击很大，就我就觉得。很自己怎么会这么糟糕，然后回到家其实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然后那我跟很多朋友聊，朋友都跟我说，哎呀你都已经证明过自己啦，你上过很多更大的节目，为什么你要这么介意这个，我说这家店在我心中地位好高啊，对对对对，不是说再去赚多少钱的问题，而是我能不能够证明我的实力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你要再踹一次，后来我还有我大家都劝我你要再去跟他们讲说那天我表现得不好，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对，然后当然他们很客气啦，就说哦，如果我们之后有代班再找你来 ，OK， 目前是没有消息，目前没有，对，好，我们希望可以听到续集哦。对啊，你前日更惨的是你有做白工啊？哦，对，这个另外一个最近比较让我心痛、觉得厌世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前一阵子我刚好也是去有个试镜的机会，然后去试镜了一个实境节目啦，对，还没有播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让大家在一起创作。它是一个实境创作节目，然后同时呢，男女谈恋爱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就试镜啊，然后复试啊，然后到后来，其实甚至连合约我们都已经谈的差不多了。然后结果就，他们给我们所有的歌手们下一个考题，好，10天，写5首歌，词曲全部编曲都要。哇，然后我就哇10天啊，然后不可以发行过，然后要是为了这首节目而做。哇，然后我就。原创的 ，OK， 好，10天，老子拼了，10天真的我就埋在家里面，所有事情推开，然后一直写，一直唱，还是弄，终于在最后一天 deadline 出来以前，全部做完了，全部弄好了，但不敢说很好，可是就觉得 okay, 有10个作品了，可以交出去，对，然后我就赶快密他说你好，我歌可以交了吗 ？OK 了，我都上传到 Google Drive 里面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制作人最后人选上面有一些调配，对你就应该是不需要跟你合作了。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跟你讲？一定要10天之后吗？对，然后他因为他把所有的事情通通拨开了，包括手机。就当下那感觉是哇啊 ，What the hell man？ 3天3夜没有睡，然后你好歹听了，你听我唱我的音乐，听完之后你觉得哦，你音乐真不好，那算了，我认了。连听都没听，我连教都不能教，然后就觉得，你说钻牛棚的感觉很差，连上场机会都没有。对，可是其实我是能理解，就是制作人他们的考量，可能他们真的有很多人选来选，然后到最后觉得也为了也不要可能侵犯我的著作，所以就不要我的歌了。对，早一点跟您说嘛。对啊，其实可以早一点讲。我们现在超级想听的啊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就这10天的作品，真的，我也觉得，我们就来听一看首恩唱这个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自创曲。没错，这首歌叫做《宅男的好》。哎呦！
宅男交往过得绝对爽。哦耶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上礼拜好像听得到滑到一个没有，然后我跟他聊聊，他跟我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不是我菜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哎，为什么？他居然跟我说，你长得太宅了，太宅了，太宅了。宅男的好，你们不懂，绝对不会心灵空洞。宅男不会猜不透，我就只想打打手耶，玩腻了就换新一款，不担心被淘汰。寂寞了就换新女友，只要有繁体中文，和宅男交往过得绝对爽。谢谢。很嗨，很好听啊！其实是不是听很爽啊？对，真的。问一下舅舅，你曾经是这个 VJ 嘛？哎，不敢不敢。给他一点奖评吧。不敢不敢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这首恩他的这个嗓音跟他唱腔的功力，有老灵魂在里面。我们刚刚可以听到一些老摇滚跟老蓝调，然后他的这个旋律很好记。很轻松，很适合在酒吧里面，大家跟着肩膀就动起来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感染力很高的作品。嗯，那么最后我就要套一句这个 Easy Fire 老板的话，就有机会我们会再通知你。好难过，不会了，很棒很棒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其实是好听的。这我觉得好听啊，你要继续努力下去，嗯，继续争取机会哈。这一集播出之后再。把连结付给那个 Easy Five 说，哦，可不可以再去唱一次？对啊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单身行不行？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哦，请大家记得搜寻东风卫视，或者是扫下面的 QR code， 同时一定要记得要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而且有很多网络独享的好影片哦。还有，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。